九点的时候接获警务中心报案，称游戏区那里，食品游戏区那里有一个落水，分队出动1191前往。到达的时候，那个患者已经被那个他的舅舅已经拉上岸。到达时候，我们那个同仁就利用那个长背板固定，Lucas， 然后接 AED， 不介意电击，就从那个岸那个岸边拉到上面去，之后就直接送到那个封闭分院。